下面接着讲这个巫山神女的故事。因为这个传说跟上面这个大巫山之神的这个传说呢是紧接着而来，所以用了一个连词又。这个又就是连接这两个故事。天帝的女儿居处在这个大巫山上，也住在这个山上。这个山真是一个神山。宋玉所讲的天帝的小女儿，古代兄弟的排行是伯仲叔季，季是最末的，所以引申为最小的，最小的那个女儿。名字叫做姚姬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为刑而亡，这个刑是一个象形字，画的是一个十字路口，从这个路口的意思泛引申为泛指道路，从道路的意思引申为行走的意思，从行走的意思那么又引申为出门远行。在出门远行这个意思上特指女子出嫁。诗经里面多次出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。诗经的《背风》的《泉水》里面就有女子远行有行远父母兄弟这样的话。女子有行就是这个女孩子嫁出去了，出嫁了。所以未行就是还没有出嫁，还是待字闺中，那么就夭亡了。封是埋葬的意思，这个字形那么也写成这个，无论是写成哪个形体都表示这个用手捧着土去给树木的根部培土。那么从这个意思再引申为这个埋葬的意思，埋葬在巫山的南面。他的精魂就是姚姬的精魂变化为草，这就是灵芝。这个地方是通这个是，这两个字在汉代的文献当中经常通用。如果是加了宝盖头，这个是是经常用作确定语气的这样一个副词，表确定语气的副词。好，这是宋玉所讲的一个故事。那么宋玉还讲到说，巫山之女，巫山神女啊，住在高堂之祖，这高堂应该是高丘之祖，高山的很险要的地方，祖是山上比较险峻的地方，在早晨的时候变为流动的云。但大家看，从日出地平线，也是一个会意字。到了傍晚的时候又变成飘洒的雨，早早晚晚都在阳台山之下。好，这个旦为行云，暮为行雨，其实就是这个神女峰啊，终年笼罩在雨雾当中，让人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所以高山看起来很这个神秘莫测，所以古人就想象这是这个巫山神女在那里的结果。好，旦早视之，就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啊去看。这个视之是谁去看呢？楚怀王去看这个神女峰啊，的确确实像他所说的那样，像这个巫山神女所说的那样。因此呢，
蒲爱王就给这个巫山神女立了一座庙，卫立庙。这个卫是介词，替给的意思。并且把这个庙叫做朝云庙。好，巫峡从头到尾一共有160里，把它叫做巫峡，大概是依据这个巫山而给它命名的，因是依据的意思。这个巫山神女的故事其实到号召云烟已经完了，下面是补充这个巫峡命名的由来。这段文字呀，这个作者说是宋玉讲的，但是我们看宋玉的赋里面没有这样一段文字。大家请看这个文选卷十九，文选卷十九第265页，我们看一下这段文字。这是宋玉的高唐赋里面的文字。高唐赋是讲到昔者先王，就楚怀王，常游高唐，待而昼寝。那么因为游览时间过长，感到非常疲倦，所以白天里面就睡着了。下面这个注，武臣注引郑玄的话说，寝是卧息也。梦见，在梦里面看到一妇人曰，妾巫山之女也。下面这个文选注就引用了已经失传的一本书，叫做《襄阳奇旧传》。《襄阳奇旧传》里面有这样的话，说赤帝女曰瑶姬，未行而卒，葬于巫山之阳，故曰巫山之女。楚怀王游于高唐，昼寝，梦见与神玉，自称是巫山之女。因为这个《襄阳奇旧传》已经是六朝的文献了，所以这个事就不能够再看作只是代词了，只能看作是判断词。王因幸之，遂为置冠于巫山之南，号为朝云，后至襄王时复游高唐。而这段文字倒是很像我们课本上引用的宋玉所谓的文字。下面为高唐之客，自言为高唐之客。下面闻君游高唐，愿见枕席，见近也，欲亲近于枕席，求亲昵之意也。王因幸之，去而辞曰，妾在巫山之阳，高丘之祖。很多这个学者认为，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高唐之祖，因为高丘之祖就是依据这里的记述，山南岳阳，土高岳丘。汉书注，汉书是岩石古的注，唐代岩石古的注。巫山在南郡巫县，祖贤也。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，朝云行雨，神女之美也。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，旦早失之如言，故为立庙，号曰朝云。所谓宋玉所谓，其中有《高唐赋》里面的文字，也有《襄阳奇旧传》的文字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今天读这个巫山巫峡的时候，是它的记述跟传世的其他文本不相吻合，这还是一个悬案，大家没有办法去有更多的证据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在三峡700里之中，两岸山连着山，一点都没有空缺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地方不是略无缺处，而是略无缺处。这个缺字我们在讲字书的时候，字典的时候曾经介绍过。
有的同学说这句里面有两个麻烦，一个麻烦呢是这个字为什么会有在的意思，是不是？第二呢就是这个略，好像是一个全称的判断。是不是？一点都没有。这个用法大家要特别注意，我们后面讲古代汉语虚词的时候再把这个略字拿出来看一下。字用作在，这是中古汉语当中的一个特有的现象。那么重檐叠嶂，隐天蔽日，说文解字说隐蔽也，隐和蔽是同义词连用。反过头来看，重和叠也是一层压着一层，也是同义词。所以重檐叠嶂，隐天蔽日，意思就是说层层叠叠的山峰，那么遮蔽了天空。到了什么程度呢？自非庭午夜分，不见曦月。这个自非是如果不是，这个字和字三峡七百里中的字意思又不一样了，词性又不一样。这个字是一个表假设的连词，大家注意，这个字表假设也是中古汉语特有的一个现象，而且这个只限于用在字非、字无，就字后面加一个否定词。比方说这个汉代桓宽的《盐铁论》《论功篇》里面讲到，字非圣人，得志而不交易者，谓之有也。如果不是圣人的话，如果不是圣人的话，那么得志却能够做到不交易，那是没有人能够做到的。哎，有的同学马上想到现代汉语当中还有个连词叫做除非，除非应该是除却不是什么，是不是？这个语义怎么连在一起呢？考虑一下，除非到现代汉语当中成词了，但是字非却没有保留到现代汉语当中，为什么？这个不是作业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研究一下，可以写出一篇很漂亮的小论文来。下面呢，我们就重点看一下“自非庭午夜分，不见曦月”这句话。先说这个庭午，庭午就是正午，中午十二点前后。有的同学说，为什么把正午叫做庭午呢？有的人学者认为，这个庭和正是古音通假的关系，但是这种说法不可靠，因为庭和正啊，这个古音的差别还是比较大，不能够相通。我们看一下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，他说：“庭，民所安定也。”庭应该是老百姓这个在那里能够安歇的地方。这个字从高省，这叫做省行。如果是什么生省，那叫省生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汉字在用作构字部件的时候，它会根据这个新字的要求做一些适当的改变。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省掉其中的一部分，因为把这个高完全放到这个庭上，这个字上下结构落得太高了，所以就把高字省掉了一部分，这叫做省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段语才的注。段语才说：“庭和定叠韵，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许慎在解释的时候要用这个定去解释这个庭，也是有道理的，也是一种声训，只是这种声训和 A、B 也不一样。这个 B 是隐含在后面这个句子当中的。庭和定作为叠韵，就是它们的韵母相同，韵母相同。
段玉裁接着引了《周礼》，里面说三十里有粟，这个粟字从冕，粟字从冕，冕是古代的房屋。那么下面呢，这边有个人，这边是古人用来睡觉的那个席子，其实那个席子跟今天的席子不一定完全一样，所以它本意应该是人歇息，叫做宿，在房子里面睡觉。那么隐身指所宿，就是住宿住处的意思。古代的官道，那么每隔三十里都会有官家所设的这个馆舍，这个馆舍是供行人休息用的。郑玄给朱里周礼作注说：“宿可指宿，若今亭有始矣。”这个亭是到了汉代的时候，那么在官道上，每隔一定的距离都设一个亭，这个亭有可以住宿的房间，叫做室。好，段玉裁接着引《汉书》的《百官公情表》，说县道大帅十里一亭，每一个亭子都有一个在这儿提供服务的，也就是管理这个亭子的，叫做亭长。刘邦做过亭长，那就说很小很小的一个基层官吏了。十亭一乡，那么十亭的范围之内，以这个就构成一个乡。乡有三老，有治色夫。三老治色夫都不是今天的乡长，这个治色夫是等于办事员，那么三老呢是乡里面供奉的，三老有各种不同的说法，有什么公老、商老、农老，有什么这个70岁、80岁、90岁，总之呢就是年龄比较大的，这个也当然也是比较有声望的这样的人。好，下面《后汉志》说。亭有长以今盗贼，这个亭长负责地方治安工作。东汉应绍的《风俗通》说，亭是流也，盖行旅宿会之所管，用流来解释这个亭。这个流是一个动词，是不是就停下来留下来，这个子路从而后里面有这个那个鹤调老人指子路宿，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。亭指流，流应该是在语义上相关的。好，下面还是段玉裁的注，大家看段玉裁注着一个亭字费了这么大的力气。释明，刘熙的释明说亭是亭也，这个地方就反映了刘熙在汇集前人所做的这种声训的时候，有些地方是有道理的。这两个亭的确是有关系，就是亭本来是一个供行人止宿的地方，那么引申为停止的意思，止息的意思，这是从名词引申出动词的意思。人所停集，下面是段玉裁的暗语，云民所安定者，为居民于是被盗贼，行旅于是止宿也。就是对于这一片这居民来讲，这个有亭长来保障他们的安全。那么对于这个行旅来讲，他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在这个亭里面歇宿，所以他有双重功能。下面亭之引申为亭止，当这个亭字引申为停止的亭的时候，俗乃至亭，亭子人停下来停留是从人字旁，
水停下来是从水字旁。按照释名，则汉代的时候已经有这个从人字旁的停了，所以刘熙才会用从人字旁的停去解释这个停。但是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没有收这个从人字旁的停。到了南唐，这个大徐这个徐玄，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说文解字是大徐本，就是徐玄的本子，徐玄校订的本子。徐玄说堤寨等等，这六个字皆后人所加，就这六个字都不应该是许慎的原收的字，因为这六个字很明显是后起的字。最后段义才说对，对头，是也，是这样的。这是这个亭午。那么亭午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，我们就知道所谓亭午就是太阳停留在午时，这个时段叫做亭午。所谓午时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，这个时段叫做午时。